中国首制大型邮轮 H1508 船出坞。This ship is designed for a Chinese market. So to think about inside, there are a lot of restaurants for very international food and Chinese food. The entertainment is and inside a lot of shopping malls. So inside of this ship, there are thousands of Wi-Fi's and 5G networks, so permits you to be connected everywhere you are in the sea. And it's one of the systems I managed, to be honest. So I'm very proud that this is the first ship 5G and will be amazing.Before COVID-19, China was the second biggest market in the world and it was growing a lot. China could became the first market overtaking the US in, let's say, around 2030. If that happens, we need a lot of ships to be built in China for the domestic market.大家在画面当中可以看到，我身后的就是这艘国产大型邮轮了。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上海外高桥生产总监吴晓源总来帮我们一起揭秘国产大型邮轮。吴总你好。哎，你好，焦老师。好，吴总，我们其实多次见面哈，都是在这个生产现场。每次来呢，大型邮轮都有那个不同的进展。那么今天已经到了出坞的这样一个关键的节点了。那么想先请您帮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出坞对大型邮轮来说是一个怎样的时间节点？出坞对于任何一条船而言都是在它的生产过程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节点，对于大型邮轮呢更是这样。出坞呢意味着全条船的完整性已经达到了一定的状态，那么全船的所有的系统的安装工作都已经完成，开始了各类系统的调试工作。那我们看到就是这个大型邮轮给大家的第一印象就是它真的特别的大哈。那么有什么样的数据可以给大家很形象的一个认知，它到底有多大？我们这条大型邮轮的全长呢是323米，行宽呢是37.2米。那么大型邮轮呢，我们往往用一个叫总吨的指标，这条船的总吨呢是13.55万总吨。不同于载重吨，总吨呢它是一个空间容积的概念。它是每100立方英尺或者每2.83立方米称为一总吨。那么我们这条船的13.55万总吨的大数就是表示它的室内的空间可以给乘客和船员活动的空间大约有40万立方米，这么个概念。40万立方米它是多少个舱室，可以容纳多少人呢？如果是转换成舱室或者乘客活动的公共区间的面积呢，大约是有4万平方米的公共区间，2826间的舱室，同时呢还有超过10000平的厨房、冷库、主洗衣房、医疗中心等等，供乘客和船员使用。听您这个介绍，我就感觉这其实是一个海上移动的城市哈，就是功能特别齐全，像是一个这个海上的游乐场。那么除了这个传统的那个游轮的一些基本设置之外，我们这个船上有哪些比较特殊的一些功能，能够给大家提供一些特别体验的？我们这条船呢，以鳞甲板为分界线。鳞甲板及以下是船员活动的公共区域以及存放机械设备的机械处所，衣甲板及以上是乘客活动的区间。其中呢，1、2、6、7、8、9四层甲板，每层呢都有超过300间的舱室，是乘客居住的主要区域。当然，10甲板以上也有一些乘客舱室。那么3、4、5甲板以及10甲板以上是两大块主要的乘客活动的公共区间。3、4、5甲板呢有剧场、中庭、前后主餐厅，可以用来唱歌跳舞的这种 second lounge 第二休息室。那么还有超过1000平方米的乘客的主厨房。那么10甲板以上呢，既有给面向这个露天活动的大量的露天跑道、泳池、水上乐园，还有可以穿着比较随意进入的这种 market 餐厅、市场餐厅，能够品尝到比较新鲜的美食。哇，这个体验真的是太丰富了。那我看到这个船体上有这个飞天的造型哈，那因为这是我们国家首艘国产大型邮轮嘛，那一定是有很多中国的元素啊。那么除了这个飞天的这个涂装之外，还有哪些是有中国元素的一些设计？首先飞天这个元素呢是在外观展示上我们涂装的一个设计。
那么除了这个以外呢，有一些硬件和一些软件都体现了中国的元素。比方讲我们室内的这个剧场，运营方在运营的时候呢，会选用一些中国的戏剧啊，中国的舞台小品的元素来进行中国文化的这么个展示。那么另外呢，在船上一些特色的餐厅呢，我们还有火锅餐厅，有川菜餐厅，能够满足中国人的这个口味。既要满足全球味，又要满足中国味哈。那其实我们都知道这个邮轮它的这个体量之大哈，号称是有2500万个零部件，是一个真正的巨系统工程。那么这么大的一个体量的工程量，是通过哪些科技的手段、创新的举措，保证它实现这个精益管理的？我们首先说它这个邮轮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机电综合体，同时呢它也是一个城市功能体。那么它既要保证基本系统的功能的实现，也要确保乘客在上面的舒适性，甚至要一定的这个美观性跟美观性跟这个美学的元素在里面。那么我们为了把这样的这个船造出来呢，我们要在设计端、建造端、项目管理端乃至于供应链端来进行全方位的这个管控，综合的这个发力，才能够把这条船给做好。那么它为什么说它是造船工业皇冠上的明珠？它代表着一种什么样的能力的提升？就前面我也稍微简单介绍了一下，因为这条船的建造呢，它既要求很高的设计能力，又要求很高的建造技术水平，另外还有项目管理能力，那综合的配套能力也要求比较高。我们跟全世界超过1000家的供应商进行合作，来把这条船给造出来。那么这条船的交付呢，意味着整个中国造船工业的水平呢，可以到达一个新的高度。那么也通过邮轮的这样的一些技术积累，来给一些常规民船，包括其他类型船舶的建造提供一些经验，是我们综合国力提升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标记。那么应用在这个大型邮轮上的一些工业的软件设计的方法和管理的模式，有没有也已经运用到了其他的大型船舶建造过程中？在我们船厂目前现在围绕邮轮所建立的这种项目治理体系，以及各类的设计软件和项目管理软件，已经开始在其他相对复杂的项目上面开始应用了，在我们的民船上面应用，也可以提高民船的生产效率。